哎、我觉得可以试。算了，没事。像你这么，像你这么。看刚刚带烟，有烟的，然后带个盾什么？哎、欸，盾没了，好吧，那就带烟。我要声音。有烟的角色。再来一个。Boss G。哇 ，Boss G， 哇。但抱歉，刚刚超级回缩。对，你是带 Boss G。我们满了，蛮想用。阿叔，等一下，就是来，我们一气呵成。就是，怎么大叔？我现在先讲剧本，啊、我现在先讲剧本。等一下，大叔 EMP 先丢三颗进去。丢哪里？门口先丢一颗，先丢在我这车在这边。我看到，来，我看看我车，先丢在这里。因为里面有 ADS， 然后炸掉之后往里面丢两颗。然后狗兵安进来，狗兵安进来，我下烟，然后。注意点啊！对，下方就这样。然后主要入口逃生，全部来主要入口。下烟按技能，然后下全部来主要入口。快了，快了，可以。按七。Okay、好，走，剧本，剧本写好了，先拿包，先拿包，先拿包，下包了。包不可能是我拿，包不可能是我拿。那可以会下包吗？可以下包吗？阿贵，你会下包吗？可以。OK OK， 等下就在门口直接下门口。门口。对，门口进去右转，卡在转角就好了。标点给他。等下，好，我先跟你讲，就是这进去，对，你先上来，先上来。对，来啊来啊，飞宇来啊。好，你后面，哎、欸，不要进来，你是不是认错声音了？我又是认错了，完了。你等下这个门，你上来，上来，你这个门进去，然后右边哦。好，等一下，好。好，烟兵丢，丢进去。再丢。下一吗？好，保兵安进来。好，来了，剧本来了，扫，下包下包，跪下包跪下，下包下包，再下一颗烟，我再按一次技能，等一下 ，Taking the bad guys， 算，完美，有没有这剧本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我喜欢哦。再帮我下烟，还有烟吗？你妈逼！你有烟吗？太好了，他死了。没事，剩最后一个，不用烟了，就架着就好。炮枪。抱歉。我要丢小洞。哇，这种手枪哎。太惨了。我刚刚技能炸死一个，有人看到吗？有，我看到。真的很屌！叫我们大导演，谢谢。干，我刚刚已经中华烂。